去，一夜过一夜，人生亲像是电影，一幕一幕啊伴，走过路无着的风景，有时精彩，有时假假的惊吓。新的故乡，一曲搁一曲，人生悲欢岁月，何必盘算过岭？有时爬行，有时轻松路行，一步一脚印，拢爱小心稳稳啊行。其实吼，这拢是恁大家愿意包容我、善待我，给我机会改变，所以我就咧想讲吼，人肯给我机会，啊我咧，我是不是嘛应该爱给人机会？对，你即摆咧讲是讲你的前翁是无？嘿啦，虽然讲我也无法度甲过去哦，完全拢放下，啊不过。嘛差不多拢看开啊啦，我即马上烦恼的是阮囝啦，阮囝阿坤啊，伊游完就怨恨因爸爸，到即马拢唔肯原谅伊。我是烦恼哦，假使我若去苛劝阿坤啊原谅因爸爸，啊结果因爸爸无下决心改过，啊又搁甲较早同款，啊那安尼？不是会加深阿坤啊对因爸爸的怨恨。你安尼讲嘛有理哦，哈，是讲阿娇啊，这吼都爱看你前翁啦，看伊决心要改过无啊。是啊，啊我就是在烦恼这啦。这也有影啦，啊不过以我的感觉呢，不管这个人过去做偌济歹代志，伊若决心要忏悔，若久来人嘛会接受啊。忏悔哦，对啊，安怎讲？忏悔都有力量，真心忏悔，自然都有力量，有力量就有法度通坚持，啊，就勇敢去面对一切。我相信，咱人的本性是善良，只要你的前翁，伊若决心忏悔，我相信你的囝嘛会原谅伊啊。忏悔的力量。孙英伯，你哪会无伫咧病房？伫内面哦，食食哦，出来流流的。啊，我要提醒你啊，啊，你等下啊，食药啊呢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阿娇，你在找什么啦？阿娇姨，你敢有看到我的饼干？饼干？嗯，我放伫咧柜子里面的饼干啊，哎，无去啊啦。啊，向你提你的饼干？我嘛唔知啊。Thank you.
你叫我。啊，才甲你念，无讲别人了。你有那个电话卡无？电话卡。有啊，这。哦。一个矮声的啦，啊，借我卡一下啦，啊，不是甲你抢劫啦。我嘛是这病人咧，你又是真害的。啊对，卡塞来去，你看那电话，遐悬，啊，你借我试一下电话号码咧，吼。好好，借我睇啦。啊，我们进攻咧。嗯，进卡塞去。你刚好看到水英呗？无哩，是安怎？加油啊！时间到啊！啊，我带去伊的病房，也无看到伊的人啊。敢在病所？无啊。小七啊，你找春天阿伯哦？对啊，他还没有吃药。他哦。小七，你有没有看到春天阿伯啊？怎么了？他把我的饼干吃光光了啦！哎呦，他知不知道这个饼干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亚乔，我不管，我现在要去找他，他在哪里？亚乔，你不要生气嘛！怎么可能不生气？他这样是小偷哎！我不管，我要去。亚乔，亚乔，亚乔，不是他啦，是我拿给他吃的。哈？丹尼斯啊，啊，你来给他提饼啦？无啦，我就拄则看到顺心阿伯哦，他血糖过低，然后头晕还盗汗，我咧想着吼，亚乔柜子内底啊，佮有一盒饼干，所以我就我要去告诉学姐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买还你三盒，五盒啊，学，好，五盒就五盒啊。哎，陈医师，那顺心伯现在怎么办？哦，对哈，他有跟我说他要去走一走，这样好了，我去找他，顺便买饼干啦 ，OK？ 恁两个哦，安尼创治丹尼斯安尼。哎呦，把他给拿柜子嘛，有没有？学姐很好用吧？哎，等下给我一包，我给你两盒。哦。我无想要听你讲啊多啦，这一切拢是你造成，今仔日变到安尼。你自己好好想看卖啊！陈阿伯，你早来吃啊？啊，这透一下空气，敢袂用的哦。安尼真好啊！你家，你今来甲你看。有当时啊吼，我心情咧压躁，我会怪讲迄三个囡仔，啊我人咧大医啊，哪无人来照顾我？嗯。讲到怎个，拢会怪我家己啦。这是安怎讲？我自少年就咧跟人佚佗啦，人拢叫我学你咧。嗯。伫个城隍庙口啊，大细人家家拢捌我，名声嘛袂少啦。也歹代志嘛，做个真济啊。彼当时个我，兄弟排第一，母囝排尾啊。厝内面我拢甲放咧，阮某家上去欢。只个嘛，就是带兄弟共冤家相拍，也无呢。就出去找代志，阮某一直定苛刻我，讲叫我吼啊收下洗手啊，莫去人家是非啊，啊定定爱念啦，啊念个听到臭味，我来出手大概。我还记迄个时阵，阮三个囡仔上大汉的才七八岁，雄雄一个细汉来甲我讲，喂。阿兄弟哦，刚咧谈判啦，我听到其实我压咧，我咧病要出去啊。阮某向大声甲我讲：“你这声若出去，你永远看袂到我甲三个囡仔。”连我头都无，我出去啊。阿弟好咧。后来双方只要吃袂好势，啊，大家就起个动手啊。阿向我头一看，我一个兄弟啊，后壁一个母的强要甲留咧，我拼我去人个起走。阿妈甲我耍，
所以你前面冇讲，而且变爱凶险呐，就是安尼来个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你是为着保护你的兄弟才着伤的哦。唉，我一直伤啊，一病，多久啊会？进去了，我拍开一看，厝内面哪有空空啊？袂晓去探听着，阮某已经甲囡仔带顶后头厝啊。安尼，你敢有去找？有啊，我是怎样去变去找伊啊？那怎样讲？伫我要去找伊前一礼拜，伊为着要趁钱请遐囡仔，佮关一个中班。煞发生车祸，就安尼来过身去。我实在是难为了，有些事我也听伊讲过，特别讲连记忆最后一面都无。嗯。人生啊，最大的处罚就是后悔。啊，迄三个囡仔嘞？伊三个囡仔因为讲，因老母发生车祸，拢是我害死，所以啊，就安尼唔肯加小人，也无承认讲我是伊的老。后来吼，我真想要决心讲好，别去共佚佗啊！要退出这江湖。嗯。社会真现实啊！你唔找人，人也要找你啊！你想看嘛？倒一个做头家人，管你请，你就有案底人。听起来真无奈吼。所以人咧讲。歹路唔通行，啊后来咧，经过几啊年了，我才真是离开这个佚佗界，决定重新要做人。不管哦，我艰苦的钱，我拢去赚，我要赚正当的钱啊。所赚的钱，我拢来欠起。那你听起来？真艰苦吼，你看那艰苦，都未比讲你未当去看到你的囝，遐尔艰苦啊。这个安怎讲？阮爹妈无爱让我家囡仔受累，嘛无爱替我付因的钱，想我无补，我就把钱哦偷偷塞伫窗仔门边，有当时也是吼。走去学校，远远来在偷看遐囡仔。啊，刚讲你拢无见面？有啊，我来台南去做兵，啊，我有去训练中心嘛，来面会。杨哥，伊赶快唔承认讲我是伊老爸啊，莫怪哦。你拢无要来甲伊看，唉，甲我发奋斗，去大医，也因则愿意来甲我办大医，啊，你已经算袂歹啊啦。啊，其他哦，我都唔敢想啦。是讲有当时啊吼，心情那咧不足啊，啊，难免会怨叹。拄则，毋是看到恁囝有来？你是讲阿达啦？嗯，迄是我打电话拜托伊来。你敢知伊来安怎甲我讲？嗯，伊讲吼，等我若未讲话，就打电话互伊。唉，讲起来嘛真笑亏啦吼。啊，等我未讲话时，我是要安怎个打电话互伊？好啦，即马上重要的。
就是把你的身体照顾好。哎，回去哦，你应该吃药啊。哎，拜托你，我伫内面吼，住遐尔久，未收得来你啊嘞。你唔好安尼，加吃一点嘛，好不好？五六大，伫咧外口哦，你上大，我爱听你的。要唔讲哦，伫咧病院内底，我上大，你爱听我的啦。哦，老大，这拜托你哦。行。顺心阿伯啊，现在的状况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呢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接下来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脱序的现象，请大家要尽量包容、了解，好不好？好吧，要是以后顺心阿伯想要吃饼干的话，我的就给他了。但是啊，也有所节制，不要忘了他有糖尿病啊。好，我会看状况。陈医师，那他居家疗护的事现在走吧。这个事情呢，有一点麻烦。我可以用要求的，可是这样对顺心阿伯不是很好，因为毕竟他儿子啊，对他还有成见。遐个客查某囝哩，不一定找伊客查才会用的哦。这我嘛有想过啊，也不过还是安尼好啊啦。啊，桂琴妈，你若是哦有撞到伊后生，加甲讲几句好无？哦，这不问题啦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现在我们眼前啊，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顺心阿伯做，然后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的？好吧，好，那先这样啊。哦，对了，从明天开始我休假三天，一切就拜托大家了。好。哎，怎么这么刚好啊？玉云学姐跟我说，她明天开始休假三天哎。我有很多下达还没看，我先去看。不是刚好，是约好了。伊明仔约好哦，要去提亲公亲戚了。哦，我想你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小七，两盒要给你的，谢谢啊。不会。妈，你回来哦、喔！哎呀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！啊，你这是在看啥哈？哦，这哦，《三国演义》啦。我整理物件的时阵找到的，想讲就做你不看的，就摕出来看。好嘞，啊，无你继续看。好，来，来，这给妈妈。好。好啦，我想要替恁爸爸造福田，啊，你感觉安怎？其实也无啥啦，就是逐个月固定替伊捐100块，啊，恁三个兄妹仔，我已经替恁造福田啦，啊，即马佫加一个，也无差甲多。妈，咱着退休，咱已经甲伊无关系啊。过去拢过去啊啦。莫阁扣分啊！啊，这几年来吼，妈妈嘛渐渐啊，把过去的代志拢放袂记。我希望你嘛会当赶快安尼做。妈，我知，我知影叫你放袂记哦，迄真困难啦。啊，不过人桂琴妈讲了真好呢，原谅别人都是善待自己啦。你若唔原谅，把过去遐个代志拢捂咧心肝内，啊，对你来讲有啥物好处？啊，我拄只吼，你转来的路哩，我就想起昆汀啊讲，啊，恁爸爸暗算要重新做起，啊，所以我就咧想，替伊造福田，啊嘛算是一种鼓励啊，鼓励伊会当真正下决心改过，啊，唔通头烧烧。魏玲玲，你讲对无？
时间不早，去休困啦。有啥物代志，明仔载再搁讲。困啦。对啦，妈，明仔透早我去家里倒走，中昼我得买一车回去新店。才过一暝就要走啊？是啊，公司最近较无闲啊。好啦。孙金杯啊，阿三、啊。哦，阿三。嘿。我天嘛想讲要休困者，拜托你甲送来面层冰。哦。哦。好啊。妈。啊。我来甲你斗三工啦。好、哦。这阮囝啦，阿坤啦，阿姨放假拢来甲我斗做啦。哦。啊，这孙金杯啊。阿伯你好。哦哦哦，乖乖乖，真好真好。啊，阿叔，我手机啊，我接下电话。主任是，哦，对对对对。可是我上次好像我有记得我有把它确认过。对，对我上次确认过，就是我离开东京。嗯，好。基本上，你就要看一下。基本哦。基本哦。是阮囝读高中的时阵哦，伊买的啦。哦，你拢唔知影，迄当阵哦，伊看到我买的。我嘛同款，足爱看三国志。吓，吓啊！即个关公哦，过五关斩六将哦，倒拖刀斩蔡王，哇！千里单行何兄嫂，郭霞兄弟来相会啊！即战战哦，哈，我看过一摆啊啦。逐摆看哦，逐摆我都安尼，互因感动啊，流目油。阿伯啊，你话爱讲笑哦。哦，你来说你哦，说你哦。嗯，阿伯，你这形象关公哦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嘛同款。哦。我阿坤啊，啊你啥顺心白啊？去行行，阿伯开讲。哦，好啊，阿伯。我陪你去行行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哪有人讲要甲我讲三观义哦？哦，我之前拢挂好咧。来来来，妈，我来去啊。好，来呀。嗯。兄弟报仇啊！这白帝城含恨而终啊！我也有真深的感慨啊！是为啥物啊？关小弟君、张飞，因大兄刘备甲因后生两个白仔囝攻破东吴是数十城。咱若我咧，阮后生到即马吼，还阁毋肯教我修炼啊！嗯，嘛无可能为我做啥物代志啊！啊，是奈安尼啊？就是讲起吼，一言难尽啦，话头长啦，莫讲。阿伯，你爸仔囝是毋是有啥物误会？若有，该说清楚就好啊，敢毋是？你若欠我机会哦，我就无怨叹啦。人小弟咧讲啊，爸母请阿囝是当老主因的，囝惜爸母啊，树尾风啊。人时啊想想会讲，爸母吼较属于身躯边的朋友，伊若甲伊的朋友有啥物误会，啊互相啊讲讲的，啊就
改善就好啊。啊，若讲着爸母哦，真拼嘞啦。贝贝，原来你伫遮哦。啊，叔，你来哦。哎，你哪知我伫遮？当然啦，阿娇伊甲我讲的啊。啊，你是阿娇伊因囝哦？哦，是啦。你好，我是阿坤。你好。哎，贝贝。哎。护士小姐在找你，要来做检查。两三天就来检查一摆，你有够烦的，这是这。检查嘛是为你好啊。好啦好啦好啦。行啦，我送你来啦吼。多谢。嗯。先生，请稍等一下。啊。你哦，要家己照顾好你家己啦，哈。啊，有闲哦，快些回来嘞，哈。我知啦。乖。妈。哎。无啦，你昨暗讲的赵福田，你若感觉好，就去做，我袂阁反对了。妈，我去坐车哦。好啦，哎去。都先得了，打电话给我呢。好啊，妈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江先生，您的单据。多谢你哈。江先生，阿姨啊，有啥代志要？你顺便陪阿英囝吼。哇。你来甲看呢，哇，真友好。无啦，我是来替伊纳钱，纳好要来走啊。这赶紧哦，啊，你食饭啊未？啊，等下出去再来食啦。啊，着去外口食哦，甲伫遮食，拢共款是食饭嘛。啊无，你着留落来，互我请好无？我有准备一寡饭菜啦，啊，毋是啥物好料，食粗饱的啦。你若无去嫌，留落来做伙用。无啦，阿姨啊！哎呦，你唔免客气啦，阿辉哩，你嘛赶快爱食饭对无？来来来，行行行，行行行。贵气嘛？真香哟！阿娇伊煮的茶有够好食啦！好食就对吼。我来一顿无食，足艰苦的咧。哎呀呀，尽量尽量尽量哈。感恩哦，互你煮了袂用哈。对啦对啦，阿勇讲的。尽量尽量的。大乔，大姊，我先过无用哈。啊，阿姐，阿姐，你食遮少？来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凊彩食啦，吼，食饱是上重要的啦。啊，遮的菜吼，拢是我家己种的，无下农药，你会当尽量食，放心食，吼。来，江先生啦，来啦，来，遐坐啦，吼。再见。呵呵。铁柱。面蛋，恁两个有熟识哦？哎呦，啊熟识就上好啊！来，坐做伙哦，较有话通我讲啦，哈。我来给你提问，哈。多谢你。来，啊，吃吃吃吃，这菜偌好吃哩呢，哈，阿条野笋，你吃看袂超，真好吃哦。足久无看伊啊，最近好无？我会记得咱第一次见面的时阵，我七岁，你才五岁尔。已经伤久啊，我拢袂记得啊。我还会记得咱做囡仔的时阵。常常走去廟埕佚佗，还佫有一次，我无说你害你跌倒去弄到头，都是恁爸爸叫我带你去买糖仔，你毋则无哭的。
我阁会记咧第二届，是我咧做兵新训中心，你甲伊做伙来看我。其实我一直想要甲你讲，咧我做兵迄两年，真多谢你写配合我。咧外岛做兵，上解欢喜的，就是会当收到批啦。然后批，就会感觉日子较好过。多谢你呢。拢已经过遮尔久啊，后来嘛拢无联络啊，无啥物好多谢的啦。有影啦。后来就唔捌见面啦，算算诶，我结婚17年啊咧。其实，还阁有一届，只是你唔知影尔。你结婚诶时阵，我甲客伯有去。迄天，阮到餐厅外口诶时阵。刚好看到恁落新娘车，啊！你无用，你就予遐个朋友，所以无共注意着。后来转去的路顶，客伯一句话拢无讲，就甲迄届去平野看你的时阵共款。转去的路顶，伊一个人戆神戆神，毋知影想啥。拢有讲话，其实你的咖啡，多谢你。谢谢，我叫你的热咖啡。谢谢，谢谢，请问，其实。即马讲遮个拢无意义啊啦，啊我嘛已经离婚啊，对啦，你咧，你即马嫁去倒？我也袂嫁。歹势啦。无要紧啦，感情的代志本来就真歹讲啊，啊你嫁的人。人无把你当作一回事，这嘛真正常啦。我意思是讲，该来就会来啦，强求嘛无效啊。有影啦，该来的自然就会来啦。变态，客伯的代志，你决定要安怎？这无啥物好讨论的啦。哎，即马住院，就住好好的就好啦。不过医生建议改做居家疗护呢。我嘛有甲医生讲，要替伊请看护会用的。也毋过毋免办出院啦。你做人后生，也家己爸爸一个人等咧病院，安尼敢对？我拢已经替伊出医药费啦，啊无爱我安怎啦？敢讲加予伊关心一点，有遮尼困难吗？那是伊家己做得来。明白。好啊啦，我即摆无想要讨论遮个啦。坦白讲啦，我甲阮两个小弟早就已经无把伊当作是老爸啊。啊，伊即摆破病，阮拢已经咧替伊出伊个医药费啊，已经算是咧还伊个情啊。其他无啥物好讲。好，以后客伯个代志，免恁烦恼，我来甲照顾。
孙兴伯啊，搞啥嘞？今仔日天气才好，啊，恁哪会无出去行行哈？有啊，透早我就是出去县农过啊。啊。唉，忝啊，要休困。安尼吼，啊，迄本册吼，阮囝讲要送互你啦，啊，你偷偷看，啊，毋免着急，哈。来。啊，对啦，恁囝有来呢。你是讲阮阿达啦？对啊。啊人咧，伊离婚啊，伊敢无来看你？我了阵哦，伊先来病房才走的呢。别紧啦，伊哦无闲的事业啦。有影啦，迄事业较重要啦。啊，若真正有闲才过来，我嘛常常安尼甲阮囝讲。我忝啊，拜托你叫一个人哦，来斗三工啊，扶咧眠床遐困啦，啊。好好，我去叫人吼。其实哦，我知影孙天伯啊，只是赌强啦。啊，做父母的，谁无希望囡仔会当陪伫个身躯边？后来哦，过无外久，孙天伯啊，都予碧珠才转去厝里照顾，改做居家疗护。啊，听讲出院了后，因囝除了替伊出请看护的钱，连去看过一届嘛无。保重哦，吼。吴秋来，珍重哦，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多谢哦。啊，另外都是县政府发通知给我，啊，叫我去领模范母亲的奖牌。啊，老实讲啦，我是感觉真意外，啊嘛真光荣啦。啊，不过摕到这个奖哦，心内嘛是感觉有淡薄啊什么。新年病房这边，自从陈医师甲玉云结婚了后，就较少甲阮大家做伙用餐啦。啊，大部分拢是甲玉云做伙食饭。我感觉新年病房真正是一个真奇妙的所在。啊，这个世间有真多感情，拢是伫个遮看会到、感受会到。啊，我伫个遮哦，嘛不得不甲甲过去的一寡想法改变啦，嘛对人生渐渐有无同款的看法。就安尼，搁经过两三年的时间，啊，我嘛是同款。你是伫个新年病房打扫，暗时哦，都去教养院看露露，顺便替教养院倒做一寡代志。你哦，都是爱耍啦。露露妈妈。啊，一定啊。恁露露愈来愈乖啊呢。多谢啦。露露厉害哟，哈！妈，你就无简单休困，那也不爱和我带你去台北或是其他地方，来这里公园有啥物好佚佗？哎呀，这嘛袂歹啊！你看，这空气好，啊，有树啊，有鸟啊。搁伫个厝个附近，唔免开钱，倒位咧唔好。妈，因阿遐欠啦，我嘛毋是无趁钱啊。你有钱哦，就摕去寄银行啦。
要用才有通用。对吧，露露？咱袂用学袂开钱，对吧？露露上乖啊。阿坤啊，嗯，妈妈在想吼，假使我若退休了后，啊，咱搬去做伙住好无？好啊，妈，咱要住倒位？嗯，我想要住苗栗啦。苗栗，妈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妈妈是伫遐出世的啊，你无听人咧讲，落叶要归根啊，啊，而且君君嘛住伫遐苗栗。大家啊，若住较近的，嘛较好互相照顾。哎，安尼讲嘛对呢。嗯，好啦，妈，到底都拢共款，你欢喜就好。啊，确实吼，厝边隔壁若是有空地，通好种菜，啊，附近哦，佫会当有互我做迄劳动志工的所在，安尼哦，我都上欢喜啊啦。好好好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但是你的愿望。好嘞。露露啊，来，咱来遐坐好不好？来，来坐你哦。哎，谢谢你。哎，来坐好，啊。嗯嗯，来，妈妈来，妈妈来。来。妈。来。嗯。后摆伊若搬去苗栗，是唔通为伊烦恼？我早都无咧烦恼伊啊啦，啊你是咧讲啥？露露啊，恁哥哥的头壳内吼，唔知咧想啥呢？咱莫插伊，哈。啊，甲哥哥算哈。啊，姨妈，啊，我迄个环保酵素哦，我做好啊啦，啊你有需要无？我摕一寡给你啦。好啊，啊你种啊好啊遐吼，啊就种几工，啊私下底问我啦，我都拢摕去甲伊结缘啦。阿娇啊，我嘛有需要几罐，会用好吗？当然嘛用的啊，明仔载我摕来给你。阿母啊，哎呦，莲露啊，啊恁就进来啦哈。啊，我这几工拄啊有闲，就转来大楼甲你看一下啦。安尼哦，啊，真好笑，阿母种的。啊，阿母甲你介绍咧，啊，这阿娇姨啊啦。哎呦，哦，美形四射啦。哎呦，因两个人做人偌好咧，迄腹肠哦，敢像活菩萨咧。阿母若看到因两个哦，拢足欢喜，心情足开的咧。阿佳姨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美金师姐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对，我吼会去这个学府啦，就是我早起带我去的啦。哦。后来这边哦做志工，嘛是伊推荐叫我来。所以我真是快乐，真哩快乐哦！哎呦，有影吼，真好，真好呢。那安尼讲开，你真正是恁妈妈的贵人咯。无啦，只要我若不欢喜，我就欢喜。啊，无恁开讲啦，啊，我来做事啦。啊，袂做哩。伊是啦，啊，无咱来换一个所在开讲。好好，来。妈，我今天找的时阵哦，找一挂相片，较早的相片。你好，你看，这是我细汉的时阵，你带我啊，还有阿兄去阿里山佚佗的相片啊。你看，有影的。桂姨妈，你少年时哦，足水的。啊，无啦。你唔知哦，我妈较早少年时阵，哇，你啊水嘞。啊，不过哦，毛够吃，你厝边头尾无人敢食。我莫讲嘞，讲这倒废代啊。桂姨妈。你少年时，敢有影只车？无啦，无啦。这你唔知哦，车啊，噶。丽露哦，是桂金妈上界疼的万仔囝，嘛是桂金妈三个囡仔内面唯一的查某囝。伊自细汉都甲桂金妈上亲，上界大心。听桂金妈讲哦，
伊伫个生活中，若是有啥物需要做决定的代志，拢是丽女提供意见，替伊发落的。对桂琪妈来讲，丽女这个查某囝，会用讲是比啥物搁较重要啦。想袂到我本身真是去当着，啊，志在强袂掉。阿娇啊，啊，你敢有闲啊？我有几句话想要甲你讲。都准备好了，嗯，那我们要谨慎小心一点哦。已经三十几年啊。啊！你搁对伊安尼思思念念，你就爱伊个吼。桂琪妈，我拜托你啦，你哭出来啦。阿嘉怡，哎，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。哎呦，这你放心啦，一定无问题。爱是说不出的感谢，爱是。